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骑行到了西藏的拉曲了。今晚上天也快黑了啊！我刚才去市里买菜的时候，那个卖菜的老板非常热情啊，送了我好多东西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刚才就是在这个超市买的菜，这个老板真的非常热情，他家这个超市还很大的。不用了，老板，我走了，不用了，真不用。盐巴有吗？有有，啥都有，真不用，老板，这客气了。不是不是客气，那不是那我得给你点钱。不是这不好不好，不给不行，这不好不好不好。哎呀，不好不好。那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给什么东西？真的，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你看，这我是内地人，不容易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明天需要啥东西来？好，感谢老板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太客气了这。这老板送了这么多东西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两包调料就是那老板送的，还送了两个土豆，几个大蒜，还有姜啥的，送了好几个大蒜。宝贝，这是我带的小狗，好可爱的，好调皮的。哎呀，这两个土豆在这边也值不少钱，还有这个大蒜挺贵的，还有这个调料，好热情的。这两瓶水是在他家那里打的，真的很客气啊。我真的没想到城市里的人，他还是很热情的。他也是一个藏族大哥啊，真的很热情的。刚才我骑自行车在下面摔了一跤，哎呀，把鸡蛋全部摔烂了，看。摔烂了也是个好事，省得我调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我迟早也要打烂的。看，全部烂在袋子里面了，等一下找个锅煮熟了给小狗吃吧，没办法呀。哎呀，全烂掉了，看，真的特别让我感动啊！我没想到他送我这么多东西，我本来是不好意思要的，但是又想了一下，别人对我的好也不能辜负啊，是吧？我应该把这种爱心给传递下去，那才是我要做的啊。刚才你说啥？啊，你要小狗，我怕它咬你啊。你咋不穿鞋呢？啊，你鞋呢？你爸爸他们在那上面啊。哦，来吧，下来吧。哎呀，这孩子，你还要我的小狗。不能咬。不能咬啊。不能咬啊。哎。不会咬的。调皮的。坐下。坐好。坐好。握手。握手。握手。不能咬。不能咬孩子啊。这孩子跑过来要我的小狗。今天晚上天快黑了啊，我就准备做点吃的，我就不拍了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，感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